前跳水皇后郭晶晶同老爷霍震霆呢日就出席保龄球慈善比赛。今年初生咗第三胎嘅郭晶晶，睇嚟已经收身成功啦。几个月前，所以现在还在 breastfeeding， 所以就比较忙，所以很多可能新闻也没有太注意 follow 的。细女啱啱出世几个月，而家晶晶要凑住三个小朋友都几辛苦，屋企人应该都有帮手啦。我妈妈有对，辛苦倒还好，就是比较忙，因为要准备很多东西，但是因为我的大的孩子已经大了，所以他现在可以自己可以照顾自己，所以就还好。咁仲会唔会再追第四个呢？老公觉得够了，对，我觉得三个已经够了吧，家里已经很热闹了，对，不知道，应该够了。咁哥哥姐姐又有冇帮手照顾妹妹呢？哥哥就有了，但是妹姐姐 OK， 我们叫妹妹还在，因为还小嘛，才刚刚两岁，所以还不太懂。还好，他会跟哥哥抢东西，但是他觉得小 baby 很好像很可爱，这样很好玩这样子了。